什么？红糖啊。表弟记得开麦啊，表弟。你要麦，我给你吗？Hello， 下午好，欢迎收看表弟好主意。说、我们今天有，今天是初一是吗？有一道是家乡的素食料理，叫吗？家乡斋啊。家乡斋。啊。然后有一个鸡，我们有一块是做那个阿亚马萨梅拉。阿亚马萨梅拉。嗯。花语叫什么？一个是。就是可以讲番茄鸡啊，香辣番茄鸡啊，香辣番茄鸡啊。哎、我们来，盘完好，帮我们拉点血啊。说我们的鸡只有两只呢，这里两只鸡，两只鸡切块啊。这个鸡比较，但我们要放的是先腌了它先。我们腌鸡先呢、啊。嗯哼。表弟，你要视频很熟。Hello， 下午好。下午好，大家下午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。来帮我们分享，给我们突破500人先啦、啊！分享一下先，对，分享一下先啦、啊！啊，我们简单的先给它一个盐哦，酱油也可以是吗？啊，盐也可以，酱油也可以啊，酱盐比较好，因为酱的比较理想。OK， 来说我们两只鸡切成块，我们的盐放多少？对你这个先我放一茶匙半。来一个茶匙半的盐啊，来腌这鸡啊，简单的腌。啊，那么鸡就有味道了。咖喱粉哦。两只鸡切成块，一茶匙半的盐啊。好晚好，谢谢支持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。所以今天初一啊，虽然我们没有煮，我们不是吃素食啊，但是、有一道是素食料理啊，家乡斋啊，我们今天有做家乡斋。嗯、来这个跟我香料蓝卤吗？跟我开一个蓝卤。来，这个是咖喱粉。咖喱粉啊？咖喱粉我们放我们只是要个一个香辣咖喱味。香咖喱味啦。我们这里可以放到两个半汤匙了啊、哦。来，两个半汤匙的咖喱粉啊。嗯。两个半汤匙的咖喱粉。OK， 两只鸡切成块，一茶匙半的盐，两汤匙半的咖喱粉。来500人了啦，我们突破1000了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如果可以的话啊，这样腌的话，你先腌好它啊，至少有一个小时啊，一个小时比较理想啊。腌一个小时啊？一个小时以上啊。最好是。我们现场啊，应该几分钟吧？就是、明天开始挖沙是吧？是吧？我晓得哦，好像是如果是瓦萨，应该是咯。瓦萨，初一明年初二，这样我们也开始减肥了。对，我们也是不要吃啊。OK， 这个腌了它，就是只是放盐跟那个咖喱粉就可以了。好，对，盐跟咖喱粉。那有时间的话，你就腌久一点，它的这个味道更入味啊。入味。好，当然，因为我们这个不是煮汤的，所以一个半茶匙的盐就很。几乎都很忙呀， yeah， 开始播撒了。说、如果你有马来同胞一起工作的话，不要在他面前吃东西了，也不要在面前。很多时我们都忘记了说嘛，干不真的真的。我小学的时候，中学的时候，我读马来校啊，我每次喝水，被老师叫去见老师，老师讲你不可以在他们面前喝水，我不知道。咖喱粉什么 brand？ 我们是88品牌啊。什么 brand 都可以、啊。88。这个跟我们是88，切一点肉类的，肉类的70克了，肉类的咖喱粉。OK， 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当然现在因为东西多哦，包炒包菜哦。这个、你要先炒包菜先啊。包菜因为我要传汤先。OK， 我们包菜有这里蛮多粒的，有一粒嘛。这里一斤肉多、哦。一斤肉的包菜我们。一斤肉你是手捏的还是切了？切了啦。来，我们切了，我们来。这个是中国包菜啊。换汤一下。今天刮煞了，哎呦！是明天开始？是明天还是今天？我也不懂哎，因为还没月亮还没出来嘛。是看月亮啊，刮煞也是看的。哦，初一没有月亮啊，十五才有是吧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十五是月亮是圆的，初一是……像你跟我讲初一没有月亮，
这样不是世界末日，没有月亮。注意看不到月亮。哦。嗯、这样初二还看到。嗯。你喜欢？你喜欢月亮还是喜欢太阳？啊，我喜欢月亮，没有这样子。对啊。我们说啊，聚集的人哦，像太阳走到那里那里。有谁不喜欢月亮？太阳热到鬼一样啊。消极的人呢、啊，像月亮啊，初一十五不一样。啊，初一十五不一样啊。明天初二，对啊，今天初一啊，我们对，明天初二。来，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就是。来，我们穿烫我们的白菜下这道。哎、嗯，包菜。包菜。哎，我们这个啊，其实它的菜啊，你什么都可以。这个我们要做的斋啊。少样的东西，罗汉斋是吗？罗汉斋来的，是啊，我家乡斋。家乡斋一般上都是用萝卜，对，我讲萝卜。一般上在我们那家乡斋就是有南乳啊，南乳，用南乳煮的。你连砧板都不要拿出来了。我现在有砧板在这里。哎，庞庞好，谢谢谢谢。那吃斋的主要的成分是萝卜，不是？就是菇类啊，菌类啊，对对，豆腐类啊，都是比较。你们要调，不是现在也摘？有人有人他们要看吗？不烂沙壁就等于我们的初二啊。啊，这样有这样初二才有月亮吗？一般是所以看月亮做事啊。月亮来惩罚你。新加坡比较慢一点是吧？没有，新加坡反正他们是定的，马来西亚是看月亮。哦。新加坡他们就定了日期，不一样啦，每个国家的 rules 不一样。因为我们他们好像我们马来西亚是比较，我们去年的马来新年就不一样了哦，隔一天的。不是，新加坡是他们是固定了几时是新年，几时是开斋，几时他们是固定的啊。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比较去要去看有没有月亮啊。来包菜烫一烫，包菜烫不烫？烫烫烫烫烫。哎，搓一搓下，这里是一公斤的包菜啦，那水那么少啊，表弟，你要让这样 OK 了。我切点萝卜啊，因为我刚才忘记切了。哎，萝卜没有切纹呢，现在切了。哎呦，还来得及啊 ！OK 了，那边在穿烫。那不是浪费了你那一点点的。你要，让你啊。我们甘愿是要珍惜食物吗？你要切来切去。你要，你可以留下来啊，拿去炒饭啊，拿去。谁会做炒饭那一块？对啊，你说吗？啊，拿去炒饭啊，有颜色啦。嗯，我建议大家不用像表弟这么麻烦啦、啊，切片片啦、啊，直接切片就好啊。多功能，你看你这一片这些渣，他一定丢掉了，他不可能来炒饭的、啊。谁鬼相信你会来炒饭？你说要浪费吗？我讲不要浪费，直接这样子切不好哦。然后又不上不下了，那个纹路又不是多么好看的、啊哎。不是好看的，我是撕。就这样子。你这样讲的话，我本来要切多两个纹路的，让你有一点心虚一下。你看这样子，一个 M 字这样的。给啦，你喜欢啦、啊，食材是你的。对，这个比较难比较硬生一点、哎，我们可以。很冷一下，你这个啊，滚久一点呢。那萝卜本身都可以生吃了哦。可以啊。萝卜的本身可以生吃的，脆口嘛。来，还有七十多个的，我们就过一千了，好不好？支持一下 ，Thank you。所以萝卜应该要早点切好，我们就跟那个包菜一起放进去串烫一下。串烫一下，对。你串烫软就可以了了哈。OK， 在这。下午好，谢谢支持。在串烫的时候，我现在也要我们鸡肉要拿去炸，我先热锅先。OK， 我们鸡肉块，来换另外一道啊，鸡肉块。萝卜调色比较美啊，对呀、啊，一看就是鲜艳的啊。就对对对。包菜配萝卜是很好看的，青青又红红啊。来一千人了，谢谢谢谢。OK， 一千人我们已经满足了。我这个月过后的时候，深夜厨房会取消啊。因为我要准备筹备我们要开咖啡店了，表弟的风味馆了。对。哎呀，看一下做得上来吧，做不上我们就回去深夜厨房啊。又再回去做深夜厨房。如果表弟开的他要把旗舰店啊，就是这间的店啊，做成那种咖啡啦，传统的，就是有卖那种香饼啊、咖啡饼啊、烤面包啊、金酒哥啊、拉西龙马啊，还有什么啊？米粉啊。看做得上的话，做上来我们就会做大了，做不上来就。回去别读 normal 了啊，别读 normal。做不上来就做小咯。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就做小。
我们就是这个这样子传统。所以表弟，表弟开店的话，你来 support 一下喽。啊，没有时间吃，打包拿去卖回去也是可以。OK， 来，我们就是稍微穿烫一下，等下要再炒了。那个，我们现在要放一盘、啊、炸那个鸡。来，热锅下油，我们要炸鸡啊，算是拉油嘛？炸鸡，直接炸好了，不是叫拉油啦、嗯。还记得我们的鸡就是简单的放盐，也可以选择放酱青，比较比如说你放盐啊，放盐啊。啊，然后我们放咖喱粉，主要看你的鸡的分量啦、啊，鸡的分量。所以我们这里是两只鸡啦，两只鸡，那么切成块啊。我是三 kg 半的鸡啦。啊，三 kg 半的鸡。嗯。所以我们的盐有一茶匙半，然后两汤匙半的咖喱粉。开在哪里？开在这间。哎，表弟没有地方开，啊，就 testing 一下，因为你外面开店哦，冒险呢。不是冒险啦，因为我还是、要开两间，我还是做保险的，因为楼上楼下我看得到。他这里就是可能这里要布置一下咯，布置很多桌子啊。啊，恭喜，表弟是最棒的，表弟是冒风险的，看行不行得通啊？啊，你们来支持我就行得通，你们不来支持就没有。Chef Dong，Chef Dong 他现在很忙啊，他的自己的 business 啊，自己有自己的生意啦，啊、我们不要打搅他啊。他有自己的生意，有自己的家庭。他有自己的事业了，他来这里是来玩玩的，我们来玩玩的，就是有意，就是来交一些朋友啊，交流了。他来就是那个说啊，交一些朋友啊，等会儿才会来的。啊，下次啊有机会啊，他可以呢。啊，这个是比较粗一点的，我们再透一点。开发式厨房啊，表弟和希望你们会喜欢啊。对啊，我们是你们喜欢的锅壁是这样的，而且是我在这里煮的时候，你在旁边也可以看到我煮啊，到底清不清洁啊，卫不卫生啊？你看，哎呦，煮到这样不卫生啊，就马上讲了。你总之要你的开放式的厨房你要这样做，你不可能每一天自己煮啊。你看，我的爸爸已经苍老了很严重了，你看样子多么苍老，跟他以前的样子。只是说那个皱眉啊，哇，鱼尾纹越来越深。我们讲回来，你看呢，因为孩子不够优秀啊，我就开始讲，孩子不够努力啊，老人家要下厨啊，老人家要努力啊，孩子不够努力。在哪边不会去这边哦？我们呢在靠近达曼迪沙了，我们是达曼迪沙 area 了，很靠近秘美的。哎，如果你是煮素的话呢，你们就是不要放姜葱蒜啊，哎，不要放葱蒜啊，这样我们今天我就放那个蒜米。你们如果是真的要吃100%素，就不要算了。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，所以我们没有信心才开在这里啊，做 testing 一下。有信心的话，我们直接在外面开店了。对了，讲得对了。来，这个是红方哦，红方的就是说蓝卤啊。蓝卤，这个放在那个鸡那边上。是不是鸡？今天这个来炒那个斋菜啊。OK， 2467，我们哎呀八八了，我好意头啊。OK， 来8块的蓝卤啊，放一点字，放一点字。说、这个备用一下，等一下我们要煮那个斋菜的。OK， 菜哦 ，OK 了，8块够了。我们很简单呐、啊，我们投资不会很大，不像外面去开一间店啊，那个就是给租金、装修什么都要了。我们直接在这个店来示范一下，看生意好不好先。啊，如果回馈不错的话，哇，表弟就会做到了。现在还没有信心做到。对啊，表弟太劳累了，对。老很多，我们放油，然后他会淹我，老他会老很多，是因为我的问题。对啊，孩子不够努力啊，孩子努力我动作了，我都讲了爸爸努力就好了。OK， 我们边炸那个，我要放什么？还炸鸡还是炸什么？蒜米，来蒜米，你喜欢你就放多一点了。这边表弟真的很用心啊，想食谱和烹饪啊，表弟的东西不错吃啊，因为有我们都是，你知道我们来到这里，我就是每次邀请现场来吃啊，就是都是在学习如何成长。对啊，如果你们得空的话，拜六礼拜一定要来支持哦，爆满哦，天天爆满啊，这样你没有休息日了。来，我们直接把我们的红方8块啊，蓝卤8块，一起爆香。啊，要弄棉花的是吧？弄棉花了，
现场的粉丝刚进来的话，我们今天是做斋菜啊，当然这个蒜米不是要放斋啦，如果你不要放蒜米的话，你就是放姜啊，用姜爆香也可以的啊。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一 kg 的一公斤的包菜，1.2公斤的包菜，还有萝卜放入进去。你看，我们全部就全部放上下去。然后这个 what is this？ 那个苦种，来苦种是怎样的？带咸的还是什么？没有，这个苦种不是带咸的，这个苦种是我们拿去。拿去外面买的啦，买遍的啦。对，我没有炸，自己买回来炸过了。啊、嗯，自己回来。因为时间上关系，我必须要炸的。啊，那剪刀。还好你跟随你那么久了，那粉丝全部是成熟的。这如果大片的话，你可以剪一下。啊，不是人太多，太多人吃了，你一定要剪细一点。啊，剪比较大片一点，我们剪开二喽。你注意哦，不要剪到手指哦。我们要等你的拉西罗马还要开张了、啊。你受伤了，怎样做好吃的东西？哇，真的，我突然间我蛮胆感动的，我儿子这么关心。对啊，人家手停口停哎，这样我以后的未来怎么办？我你的未来靠自己了。我的未来是靠爸爸了。哎，我们就是把这个也放下去。哎，这个黑木耳、银耳还是银耳？来，银耳，银耳，银耳啊。现在你都会银耳木耳了哦，以前都不会哦。什么不会？以前你不会吗？现在我要讲。我会很多啊，我还会教你怎么做菜啊。哎呦，现在哦。啊，来搅拌一下。木耳类的东西啊，那种菌类啊，一定要给它全熟哦。啊，因为它会有致癌物啊，可以放豆包也可以啊，你喜欢的。喜欢。这个菜哦，你可以放冬菇下去也是可以。啊，菇类啊，我们要放蘑菇粉啊。这个面线啊。你们要蘑菇粉啊？如果你在，这是不是冬粉？不是冬粉，不是面线。哦，原来你没有注意哦。你看冬粉啊，跟我讲面线哦。对哦。刚才我冲的咖啡好喝吗？啊 ，OK 啊，不错啊。嗯，不是你冲啊，是你的助理给冲的。啊，不要骗我，我还没有注意啊。呵呵。哎呦，来，我们放冬粉。等一下先，冬粉是。我很想吃冬粉的嘞。有吗？这是炒面。冬粉我比较不喜欢冬粉来炒面的。我炒的。哎喂，不喜欢来啊、不是喜欢用来煮汤类的，我喜欢用来炒啊。哈哈。我这是炒冬粉给你吃哦。啊。好，这样的这个啊，蓝卤给它那下面都。我就吃打包炒冬粉是很小的时候，我记得冬粉4块钱那时候卖，现在卖多少钱了？现在外面是20块钱是啊，炒一。所以我们换大人的那个面单做，一茶匙半的盐。哇，我打包冬粉那时候4块钱是几十的事情哦，怎样？汤2茶匙啊。2个茶匙的白汤。哦，你们放蘑菇粉啊？我们这里是放哦。鸡精粉。鸡精粉。OK， 放蘑菇粉。啊。3茶匙的鸡精粉。就是你们3茶匙的蘑菇粉啊。嗯。OK， 蘑菇粉3茶匙。来搅拌一下，应该有15年前了、啊，我看哎不止啊，4块钱我记得很久了，有没有20年前了、啊？哎，这个很小很小的时候，这个我那蓝卤味道还不够多、啊，因为我家里很会煮啊，很少会打包啊。给吗？味道？嗯，可以。哎呦，比较偏咸一点。偏咸的、啊。嗯，哎，忘记了，它是蓝哦。我要放一点水呢，加水。好像我刚刚，好像那天我要吃哦，也是你一吃到它刚好盐没有溶掉啊，你吃到哎就会咸。你搅一搅先。OK， 它带一点咸啊，是因为那个红方的关系。加水来，水加多少？这个加的上去那500克的水。哎，500ml 的水。你可以加一点水上去，为什么？让你味道没有这样咸啊。不是，冬粉放下去的吸收水，吸收的。啊。哎，我们这个油已经热了，我们放啊，要不然很喜欢放冬粉的哦，他的煮的菜啊，是啊，什么？哎，我们鸡肉快拿去炸一轮先啦、啊。油要热啊、哦，哎，油要热放下去炸，多么健康的一道菜啊！炸到啊，刚刚。没有，这个油不要太热太干，因为我们的、这个是你油不要太热，这个是我看到很热，是吧？对，油要热，油就是要热油才可以炸。然后卤要放少，去糖才好吃啊。嗯。OK 了，这蓝卤如果没有蓝卤味啊，它整个它带不出那个味道出来。来，留守给他签五人啊，还有100人就签五人啊，好不好？嗯。来，我们的分量当然很多啦，好吃，卖相不错。哎呀，放心，表弟煮的菜是卖相很好。还有一样东西忘记放啊，
还有墨西哥忘记放，这个忘记放，豆根是吧？就是，这个我刚才有浸泡浸泡了的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那个打结菇是吧？打结菇。啊，我们还有一个打结菇啊。不是打结菇，因为那个菇打结了。不是菇来的，那个是它不是菇，那个、叫什么？这个是叫那一个什么？来，你们这叫什么？金针菜。金针菜啊。金针菜。啊，金针菜。嗯。是金针菇的哥哥。金针菇跟金针菜。怎么打结呢？没有啊，打结掉，它不要常常打结就比较看到比较幼啊。不会说你常常的时候一条条就很粗鲁这样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打结不是更粗鲁？对。这个不叫打结菇啊，因为你打结了嘛，不叫打结菇。金针菜。金针花。啊，有粉丝讲金针花。金针花是另外一种，叫金针菜。还叫金针菜啊？嗯，金针花。不要跟人 argue， 金针菜不是金针花。没有，另外一种叫金针。然后我就叫它打结菇。金针花是另外一种。来，千五的呢，谢谢支持啊，感恩。啊，来，我们炸我们的鸡肉块。这鸡肉要大火炸啊。肯定要大火炸。大火炸，然后呢，不要炸它太过火。炸它一个稍微有一点好就可以了，可以取出来了咯，差不多差不多可以取出来了哈。啊，只要它还没有，它还不是熟的，但是它已经有六分，我们这是六分熟了，六分熟了，你要焖一焖它就可以了。金针菇不一样啦，有些人讲金针菇哎，金针菜，他们叫金针菜啊，金针菇是另外一种啦。啊，金针。金针菇是好像我们吃火锅那种金针菇，那种细细的，西柚土伯肉啦，就是说上了大号还是一样保持。跑出来了，左边进去，前面进去，后面出来了。嘴巴进去，后尾出来一样的，好像很恶心啊！你们讲那东西。同时，来换那个啦，分享了，来谢谢分享，来感恩来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炸。三点多公斤的鸡肉啊，这里有两只大只的鸡，切成块，可以把味道 ，OK， 打结比较脆口啊 ，Q Q 的。比较脆口啊，这个包菜啊是包菜是可以很熟哦，表弟。包菜可以焖久一点的，不要焖久，可以值得焖的。是啊。包菜要更炒的。什么原因要焖这样久呢？是那个包菜软，要给它包菜软。对，包菜软，那么入味道更会入味吗？这样你要把它包菜入软稠一点的，所以等一下会的。那我冬粉放下去，它差不多了。好，你不打算打芡的话，就是冬粉放下去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可以的。OK， 你们不用打芡。要打芡可以打薄芡，不能炒太。除非你是没有放冬粉哦，你没有放冬粉，你就要勾芡哦。好。我再试一个。好，很好，谢谢支持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两道料理啊，一个是斋菜啊。再试一下。表弟还是过意不去了，还是要煮一斋了，因为他今天虽然有煮鸡肉了，今天是初一了。其实这个可以放多两片下去，那味道还不够出来。有，有，它的红方不够味，它的软卤不够，直接放八块啊，不够，我们要给它十千十倍，放十块了，十二块叫什么？十二分，打紧十二分精神。那么十二分不十一分吗？给它一点红色。来，十二块啊。啊，我们的分量很大了，老实讲。因为这个红会这样，你不是要搅匀它咯？对，这里烧了很容易搅匀。红红哦，要有点带有点带红啊。这个是属于福建菜吗？不是啦，这是广东菜。广东菜啊，属于。这个是家乡菜啊，应该是我不懂了。广东菜现在已经是炒不烂了，炒不了。都炒了。你看它有颜色了，看它就没。福建人也有这样菜呢，广东也有这样菜。广东人比较多，客家人比较。客家多，比较喜欢用这个红方哦。客家人比较用那种，那颜色就比较有了。南卤啊，用南卤。因为刚才我吃的那么咸的，原来我吃到那个盐。Yummy sauce. Yes. 再放多一点红。来放点汁，快去。红红不害人，红红不害人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冬粉放下去了。冬粉，这冬粉放下去，剪碎它。好，不要给它一个冬粉，不要给它太长了，剪碎了。啊、除非你煮长寿面了，就不会剪了。有长寿面，不能讲面长啊。也不能讲太短。吃长寿面的时候不能讲面长啊。哦，老妈炒的斋干的是没有籽的。那我们这个有水分的啦。水分。来，我们把我们的鸡各施各法了炸一下。油要热我们分三次炸了。再放多一片就是。我们的那个食材很多，我最敬佩的就是表弟哦，
煮那么多样啊，它可以调到那个味道出来，味道调出来哈。嗯，这个是星星山，你们是看是二十人次的分量啊？那你还看？每逢星星山，你都是看二十人次的分量啊？你看这么煮这么多。OK， 在这里呢啊，啊，那到水分了，你就可以放点薄薄的、薄薄的那个勾芡粉。勾芡粉啊，马铃薯粉啊，我们直接勾芡了啦。薄薄的芡粉，马铃薯粉勾芡。啊，不要太浓哦，因为它等下那个，啊，它的那个冬粉会吸水，吸水不要太浓啊。对对，这里放啊，放。好的。来捞一捞快。所以你们打芡粉要注意啊，倒下去的时候要马上捞。啊，不然的话，打薄一点呢，它就不会。不然会变成一块一块啊。块啊，对。啊。很多人问，为什么我打芡粉会一块一块呢？就是因为你手脚要快。手脚的。除非你熄火先咯。啊，冬粉也要给它弄散一点，不然只是在一边也是可以。哦，已经很美了，我觉得很快。好。OK， 最后呢，我们撒一点胡椒粉下去。最后还是喜欢吃胡椒粉。哎呀。油脂比较好吃，是啊，可以捞饭啊。没，等一下它吸水了了。它冬粉在里面，它会吸水的话就会长流啊，吸收水分啊，冬粉会吸收水分。OK， 啊，基本上都好了了哈、哦。这个煮法是不是很简单？你不是再焖一下，焖一下水就没有了。其实煮大大王的爷就是这样了、哦。嗯、啊，肚子饿了，哎呦，给你看，啊、给你吃吃啊。那我们这种吃肉瘦啊。这也对我们没有感觉了，好吃啊！我对隔壁没有感觉。OK， 那最后呢？好像我们摘菜啊，我们是没有不感觉。你们没有吃啊？摘就没有放酒吗？但是我放油啊，对，我该放个酒下去。啊，老啊，摘没有放油啊，没有放酒了，我们放酒啊。这里不是假，我们的旗舰店呢。啊，以后有经过的可以来我们的旗舰店啊，我们会卖刺啊，以后好不好？支持一下我们啊。嗯 ，OK 就可以了。好，整个这个可以了。字都干掉了，看看字没有这样水啊。下午好，谢谢支持。那我们的炸鸡啊，炸到干身。Sorry, I'm late. Thank you. 你迟到还要进来啊？啊，稍稍发你帮我们分享一下。要下麻油吗？啊，不要。啊，喜欢，如果你喜欢吃麻油，有油放啊。哇，我们的是，对，炒到极美，好的，这个是啊，我拍个照片，看起来好吃哦，啊，真的好吃，你看我们的分量几多，二十人份的，哇，很香哎，哇，你做斋菜是有一手哦，啊，做斋菜是有一手哦，啊，你要放什么材料都食材都可以的，你可以放菇类啊，帮我拍照片，放豆腐类啊都可以的。好、哦，你要什么摘的都可以了。来，这炸了鸡呢，我们就放在一边先。我们第二轮的鸡，我们都不是要炸它熟、哦，不用熟透了，等到外面来。哎，这道我最爱。你是要吃炸鸡还是吃摘菜？啊，我肯定是选炸鸡啊。中煮啊，用的马上没烂啊、哦，你就要鸡肉切大块一点。要焖的是吧？啊，要焖的，鸡肉切大块一点。啊，这个要焖的啦。对，油再给它热，油热啊。跟我们放一边，给它油冷静一下，来冷静一下，然后再给它热，再放鸡啊。哎，我看看啊，要吗？这个没辣啊。我们给看我们的这个姜、葱、蒜、南姜、黄姜、南姜，还有呢？黄姜、黄姜、紫姜、姜、葱。你要跟人家讲分量多吗？南姜多少？哎，帅哥。我说摘菜，摘菜好吃没？我现在赶紧叫阿、我的阿汉，我们的。你这个人很过分哦！他跟你讲啊，没跟你讲分量多少啊？会写对。75克。来，蒜米75克。大葱2粒。葱头仔。100克。100克的葱头仔。香茅。4支香茅。黄姜粉是吧？黄姜。黄姜粉也可以，用黄姜也可以。黄姜也可以，黄姜粉也可以，多少？45克，南姜45克啊，紫姜75，给大家拍照一下，这样子你都写在，没有啊，没有拍照 ，OK 来，你可以repeat看我想的东西啊，或者是等表弟写食谱啊，他、就是打成这样子啊，然后搅拿去 blender 噻，啊拿去 blend 放点水 blend 就可以了 ，OK， 油要热啊，油热的时候我们再放下去，啊下去有一个炸。我们炸的不是要炸它脆啊，也不是要炸它熟，
表弟炸肉是一级棒，表弟很会腌东西啊，老实讲，啊，会腌啊，会调味啊，这个是一。刚才那有讲过，讲过我刚才有炸香蕉嘛，他就问我，炸香蕉，姑姑的那个炸香蕉那个酱油不错了，我说，我说我调的酱油。那你好像少了一种味道什么味道？糖是啊，不够是啊。啊，糖没有调油。还是那个酱油问题啊。酱油哦。啊，酱油问题，我觉得。你试下用别的酱油呀。这个炸鸡有放南乳去腌制吗？没有，加炸鸡啊。啊？南乳有放南乳腌那个鸡吗？没有，因为没有咖喱粉。咖喱粉吗？咖喱粉，所以你看到鸡肉会红啊。OK， 它有咖喱粉，主要是它真正的，咖喱粉只要让那个上色，鸡肉不是上色，鸡肉有香的咖喱粉的一个那个味的层次啊。那么真正的是用，当然这个辣椒啊，刚才红辣椒是吧？对。这个辣椒多少辣椒干多少？30克。啊，这辣椒干的好像很多一样。我红辣椒啊，参加红辣椒是吧？参加红辣椒 OK 了。我150克的红辣椒，辣椒干哦。20克的辣椒干，掺点水，拿去 blend 啊，就这样子啦。来，150克的红辣椒，20克的辣椒干。啊，放一点水来打成这样子、啊。这一道菜菜肴好吃哦。OK， 这里啊没有青色的哦，你可以放四季其他的青色的豆，好、啊，青色的菜肴放进豆啊，那个荷兰豆啊，或者是甜豆放下去掺进去。我觉得，但是这样的也是可以了，这样子就好了咯，很美了。好，还有80天珠，没有要有青色的话哦。好 ，OK， 炸了差不多了哦。好，炸了差不多，不是要炸它熟哈、哦，是炸到它一个颜色上了呢，那个味道在里面了。我想吃妈咪盖，你可以做妈咪盖。妈咪啊，我的妈咪盖好料了哦。还这样子，我就想要吃妈咪盖。我的妈咪盖好吃了哦，妈咪，如果你们跟着学哦，跟着去煮哦，你们去找表弟好主意哦，妈咪鸡。OK， 我们这个鸡肉炸了，捞上来。它是叫阿亚马萨梅拉，阿亚马萨梅拉就是煮红红的红当当的鸡啊，红当鸡啊，香辣番茄鸡啊，叫香辣番茄鸡啊。OK， 现在我们锅热哦，这个不用洗了哈、哦。来，我们用回这个锅、啊。不用洗，我们用这个锅。OK。这油要稍微多一点啊，油多一点它就啊。OK， 我们要煮辣椒酱了。对，煮。现在油要现在这个很重要的，在这个城市，这里它有水分啊，那姜的汁啊，水旁边那个一圈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要掺水打，可以更那个水给去掉了。因为大葱打下去，大葱的水跑出来了。好、啊，那水可以不要丢可以点，你水可以倒在另外一个。难腌肉啊。不是，等一下你煮的时候水可以倒下，因为它都是姜汁、大葱汁来的嘛。好、啊、，OK， 主要问题是这个一定很重要的这个层次啊。第一，你锅要热，最好是用不粘锅咯。我这个是用不粘锅，啊，热锅啊，热锅，这油还是不够，哎，再放少许的油下去，因为等一下的鸡才会美。好，热锅，啊，我们就把这个放下去。来，我们调好了，不是调好了，姜，这个姜啊，紫姜、蓝姜、黄姜啊、黄姜啊，姜蒜头啊，姜那个香茅啊，全部、在这里。OK。因为它是不粘锅啊，所以它不有咖喱片吗？没有咖喱片，它是不粘锅啊，所以它不会起锅了啊，就是不用紧了啊。它咖喱粉只是上在那个鸡上啊，给它有点咖喱的香气啊。对，先把它爆香一下，稍微爆香一下。哎，那这油还是不够，加油哦。加油，油要多一点才好吃。啊，油不够。OK、干干这样子的，这个用不粘锅会比较理想啊。对，用不粘锅比较理想，欢迎我用不粘锅。啊，看我们没有粘，没有贴锅、啊。那油放在中间了，对。
稍微抱一抱它啊，完全没有抱它就不了，一直碰到我。对，看一下。Hello, welcome,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留守啊。来，我们一直维持千五了呢。嗯，谢谢大家。这个这道很久，这道我已经煮了两三次了哦。今天又想要吃这个，我又再买回来煮哦。这道是很好吃的一个料理来的。这个香不香？香不香不用紧啊，最重要要好吃哦。香不香？我们雇 baby 的时候。哇，这样来讲呢？哎，有没有我们讲话？哎，啊。一个一个，你要用不粘锅，你要用不粘锅煮哦，比较理想、啊。Oh my god， 碰到我手机哦。因为如果你家里的那个铁锅，如果你不会煮弄的话，你还是会粘住的。这位林铁弟，可以稍微炒一下。嗯，颜色很美哦，越来越黄哦。对，它有黄姜吗？黄姜粉啊。嗯。颜色最够力的，黄姜粉哦很难脱了，我发现到。有黄姜粉我很怕，我刚才买了黄姜，我现在后悔。怎么？我上次又买回来了。这样对我们人体吃下去不是里面也其实 黄姜是很好的东西的哦。来，辣椒干和辣椒也放入进去一起炒，颜色就变红红了。米奇烧，我这个搅拌煮什么？煮鸡肉啊？阿亚马萨梅拉。啊，亚马萨梅拉，马来菜也多。嗯。华人炒啊。嗯。华人炒马来菜。你看啊，我们做这个其实蛮多油的，但是感觉到没有油，对不对？加油哦，这样行。你有油啊，你的辣椒才会炒出美出来。但是鸡有油了，鸡又炸一下有油，我们也不要放太多油在里面。好，给辣椒稍微爆一爆它，把辣椒爆一爆它的。搅均匀啊。对，看看，就那家里没辣啊，当然越久就越没辣哦。还是比较淡黄一点的。等下呢，等下蓝地又没得刀，可能不能刀。变成色哦。对。哎，加去加里没辣啊、哦？放番茄噻。嗯，那些番茄还没有下去，给它爆爆下去，辣椒油先爆一下。其实要有时间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慢慢去爆它，慢慢爆它那个香味出来。但是其实我们都是煮菜啊，要快快啊、哦。所以为什么要用不粘锅了？不粘锅的话，其实它不会贴锅，你就很容易煮。对，表弟煮东西很快一下。嗯。要煮到什么程度哎？没有，当然如果煮到它有好美的料油啊油啊。油还没出来啊，啊，辣椒油还没出来，辣椒油出来，会看到，那水分太干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很多油出来吧？现在看到没什么油了，然后水分比较干的，就油出来了。哇，还可以泡窝、哦，还做了那个饼哦。它闻上来有点像鸡饭的那个辣椒酱啊，姜葱放在里面吗？鸡饭的辣椒啊，它有香茅，有蓝姜，有黄姜，有紫姜，有大葱，有小葱，有蒜米。放点糖，颜色就红红美美、啊、很快了，你要话放，我们有放糖吗？等一下有。我们是椰糖来着，你放椰糖，不够油啊，不能太多油。你，我知道油放的这么多，只要煎下去过后的时候很多油出来。啊，鸡很多油啊。嗯，可以拿个冰袖吗？冰袖。OK。我的电话很油。嗯，虽然不够油，但是我电话很油。啊。OK， 我们把番茄放下去啊。来放入番茄、嗯，番茄多少？番茄五粒啊，这里五粒。五粒番茄切块啊。切五粒，差不多500克哦。番茄放下去，捞一捞，哇，盖完整个番茄了嘞。嗯。番茄盖完了。还要切出来。有啊，有阿三水在。嗯。番茄如果可以的话，切更小粒一点，我切太大粒了。番茄要切小粒一点哦。哎呦。很麻烦的一道料理，你不会，我看到我一定不会做啊！你是不会做了，你根本就不会做，我一定不会这样做，太麻烦了、嗯。现在人要快速了，所以可能很多工匠，看到没？这蛮多工匠，很累啊！来加一点油啊！终于加油了，表弟，加油！很香啊，出油了，那慢慢出油了，那个香香就出油了。
像那种煎那种鱼的那种酱这样哦，嗯，开始有那种味道啊。番茄要切幼一点啊，这样番茄太粗了。你要炒到绵绵是吧？嗯，番茄本来是要炒到绵绵的嘛，像我觉得让你幼的话更容易绵。嗯，对。吵到我要睡觉啊！我站着都会睡啊，多么累啊，跟我。绵呢，压到绵绵了，我们压到绵绵了。哎，真的是很感恩现场的粉丝们啊，还留守啊，虽然你们在忙着啊，还是在留守，欠五人啊。这个你就是这样，有时我们说刚才切到不够碎啊、哦、要切到碎一点。你这样剁碎它也是可以 啊。对，压碎它。这个已经是属于总酱了哦。对。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个。我要好像蒸那种。嗯那种鱼啊，鸡啊，骨头丝的，就可以把它放下去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三公斤的鸡全部放进去啊？三公斤半的鸡。哇，三公斤半的鸡。你用那个。小弟，你开了店一星期一、星期三就没有交足了吗？到时看应该会了。应该会啦。啊，就是我叫店子嘛，很多时候。除非他真的生意好到啊。哦，你懂大汉了、啊。好到连我都可以养得起的话。什么意思？啊。要两天，这个。但是啊，只是做一个 testing 罢了。哎呀，我们开始了哦。这个阿萨姆水哦。阿萨姆水，阿萨姆水是这样多少？这里两汤匙的阿萨姆。阿萨姆水啊？阿萨姆两汤匙，阿萨姆挤出来的水。阿萨姆挤出来的水，两汤匙啊。嗯。虽然不容易这样挤啦。嗯。罐头那种是吧？不是不是，阿萨姆膏啊。这是什么？椰糖。椰糖多少？多少？七十克吗？七十克的椰糖弄碎了哈。七十克的椰糖。锅太小了，对啊，32cm 嘛，对，它的东西很多是真的。Okay. 我们阿萨姆水两个汤匙啊，然后椰糖七十克，七十克的椰糖没了，都弄碎啊。红酱红酱，哎呀没了。哎呦，好像有影子啊。这道料理可以煮素羊肉啊，哎呦。哇。哇，好像不错是啊，这个，辛苦是辛苦一点啊，这个绝对不是简单煮啦，这叫麻烦煮啊，麻烦是少少啦，你要准备搅那些辣椒啊，搅那些姜葱蒜啊，南姜啊，那材料蛮难找一下，我发现到，啊，是啊，要阿三水啊，你不常用的话，你就不要考虑煮这道啊。因为你买阿三水的话，你不可能是那两汤匙是吧？对。等一下他们有鸡会有水分吗？鸡等一下水分出来了，只要它不贴锅就可以了。是，它汤热到我直直汗。对，因为我没有放松。来盖一下门一下。哎，晚好，谢谢支持啊，谢谢。来我们什么火？关中小火。来我们关中小火啊，来门过一下门一下啊，门一下。要上锅了啦，差不多，好，差不多好了是吧？差不多好了。啊、调味一下就好了。还要调味啊？嗯，我们还没调味啊。不要了。看不出这样麻烦哦，这道菜哦。那、啊、你可以吃到这道菜。在妈妈吃到吗？妈妈有。妈妈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妈妈好像不是煮到这样子哦。啊。妈妈会煮到这样子的呗？他们都是不懂是不是这样煮啦、啊？那你比较像中式。不是啊，他们就是这样煮的、啊。你不是像马来西亚吗？是这样的。OK， 我们稍微焖一下啊，焖它一两分钟。哎，一关中小火，它会，它有水分出来了，不用怕它焦了，它有水分出来，它鸡肉有水分嘛，因为我们稍微
一机会不差。感谢你的支持、啊。OK， 我们差不多一分钟这样了，我们就拿上来，一两分钟这样我们拿上来。来，其实都没有一两分钟啊。就是可以放虾露吗、啊？可以啊。哇，有啊有啊，香啊香啊！哇，你嚼一下香味出来啊。可以。好、啊。我电话响，孤立啊，有人叫我拿东西。OK， 我们这样调味啊。等一下，我看。那辣椒籽没有拿掉啊？多辣椒籽。那个辣椒籽就是要辣吗？没有啊，错了。这道菜不是要辣的吗？没有，不要太辣。OK， 它调辣一点，要紧，看调味。盐啊、哦，盐一茶匙，一茶匙的盐啊，一茶匙半的盐，一茶匙半的盐，糖多少？来，糖一汤匙，一个汤匙的汤啊，要一个汤匙半，一个汤匙半的白糖，鸡精粉三汤匙，三茶匙，三茶匙的鸡，四茶匙，四个茶匙的鸡精粉啊，四茶匙的鸡精粉。OK， 我们的盐是一茶匙半噻，对，白糖一个汤匙半，然后我们的那个鸡精粉四个茶匙啊，还在放糖，一茶匙半的全部，好，总共一茶一个汤匙半的白糖啊，对，你看出来它油一出来的话，它整个鸡就很美了。Hello everyone, Anna here have been watching you from Germany. Welcome, 流口水了。来，献给你吃啦、啊，眼睛吃一吃。那个德国的朋友啊 ，OK， 我们这样说就是摘表，好，稍微给他，你看啊，他的字，你看他的这个，他已经不会交底了，放心，他不会交底了，因为有水分嘛，不容易交底。好 ，OK， 这样我们就跟他过一过他，给他们过一过啊，啊。各位给他关中小火啊！原来关中小火啊！对，叫你看。啊，不是，真的，一个美女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外面，样子看起来是做保险的，什么书？我忘记了。有 Miko 是吧？好吧，如果你说，哎呀，这个表没有没有，那嚼辣椒，干那个辣椒干，它籽没有拿掉。我忘记跟他讲，只要拿掉就没有这么辣，啊，就稍微辣了一点点。那么如果辣的话，你要给它调和哦，你可以放一点醋，可能有阿萨吗？阿萨水啊，你可以放多一点。没有阿萨水就放点醋啊。茄子，茄子啊，嗯，来，鸡肉不用炸可以吗？鼓励你炸噻。鸡肉不用炸，就是少了一个那咖喱粉炸下去，咖喱粉黏住那个鸡肉的一种。那个咖喱香的咖喱粉。哎呀，玛莎梅拉这道菜曾经在新加坡 lockdown 的时候煮过一次，太多功了。对呀、啊，功是不多了，是搅那个我煮的东西。OK， 你看我煮的不是。刚才你看到这边捞的吗？小小火、啊，你不要理他了，现在不会啊。好，楼上，是本，白蛇喂，炒的时候啊就快放味啊。啊，他蛮多供一下，你看又要再供一下，要供一下，你够他够、啊、他熟就可以了吧？啊，这样我这是轻松吗？你看又不会焦，啊，小火，那么这个锅就很特别了。这个锅现在啊，我跟他关注啊，我关了火啊，你看啊，我关了火，它还会滚的。啊，关了火，它还在供着，还在供的。这个锅就是很好，它就不会焦咯。如果你有这个锅呢，你跟他供。你应该不会焦啊，因为你这么多鸡在里面，哪会焦？没有，它有水分了，不会焦。暂时不会焦啊，不知道。那如果干生啊，它还是会焦底啊。哎，啊，给大家看看一下这个，其实来，我们的鸡要好了，来，已经是鸡。放椰糖再加糖会甜吗？啊 ，OK， 因为刚才我试一下的时候，它是带辣又不甜， yeah. 啊，不是很甜，所以我们再加糖。啊，因为我们有放阿萨水。啊，也放一点阿萨姆水，也是稍微去掉它。那么辣椒呢，因为有辣，你的糖就把它融合，就不会感觉到太辣。所以你最终还要试一下你的味道啦。OK， 现在我们把这个锅拿上来。判断你的糖要多少啊？
这个锅拿上来，你看我们这锅在水在吗？啊，这个锅就看不到水在滚哦。但是它已经它在围绕着啊，围绕着。来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哎，打开不了，你看我这个锅，然后呢？哎呀，哎哎哎，你要不要倒掉嘞？为什么呢？这个锅这个气压，可以拿上来吗？不要倒掉了。那、为什么拿不上？再打不开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压力好重？这个至少啊。那个鸡肉三公斤啊，对，五公至少超过五公斤。这个还有水分呢，还有个锅呢，所以这个什么？你看我们的这个锅一盖住它吗？里面就是有围绕在滚着、滚着、滚着了，对，在滚着了。所以要讲打开就是拿掉这个。对，把这个气压气打开来，啪一声哦，啪一声啊，听好。哦，气走开了，盖住吗？就打开来了，你看。Already put good Malacca white one to put white sugar. Okay, 不够甜，因为甜糖不够啊，糖还是不够的。啊，我们最后的开大火啊，来滚一滚啊，滚一下 ，OK， 可以有了。好，再滚一下就可以有了。哇，加饭的哎，加饭的哎，哎，在这里附近的人，你可以过来一下试试一下，我们这个鸡哦，很够味的。这是写了没有写没有食补写食补完有啊，等一下会写啊。那我们的分量是超多了的。啊，这个是啊，赞赞赞。OK， 这样我们已经几乎是煮好了了哈。好，我们已经煮好了，那焖鸭已经煮好了，鸡肉已经熟了了。好，好多工，好多工，好吃力的一道菜，超多工啊！现在大火的时候，不要学，不要拿工来做。你要学啊！如果你在家没有在家。我们已经开放了，不要做这么多东西。你在这个啊，哎，这个你可以做那个炸的鸡蛋哦。对，炸的鸡蛋放下去啊，那个也是好吃哦。哇，有料啊，拿得起哦。好，拿得起就放得下。喂，但是好了了啊。很多工哎。哎。OK， 这个锅。我学不会嘞。哦。很香是真的嘞，很香哎。很香吗？很香很香，它的香料这么多 ，beautiful 哦，但是好像不够红哦，因为不够红，啊，比较带很红啊，黄橙这样子啊，以为黄橙，因为你看到鸡肉，其实就是红的，可以放番茄酱吗？那么番茄可以放加那番茄酱去，如果你咖喱鸡要放才好吃，这不是咖喱鸡嘞，这个这个是辣子什么番茄鸡啊？香辣番茄鸡，对，你可以要够红哦，你要买。小弟米奇，这个炒菜锅多少钱？对，哎，张英。我要讲我们的不粘锅是吗？不粘锅，这个炒菜锅是我们这里我的第一个锅。100多块吧，200多。哦，128是吧？228。228可以。百多还是两百多？200多哦，228块啊。OK， 来，有人要问表弟的那个炒菜锅，228，你可以打上 Y 一加一啊，西马免邮，东马运费60块，新加坡70块啊。好，我们是一个。有一个盖子给你，这个是气压的，然后我们有两个硅胶铲，一个平的，一个勺子，送的，还有一个整个，还有一个不粘锅，32cm， 好像干咖喱鸡耶，来228块新马，运费免邮东马60块，新加坡70块啊，可以加一点水吗？打上 Y 一加一啊，不建议加水啊，因为这是属于干的。如果你要手柄的话，你可以放耳朵啊，这个可以换了。不建议加水啊，不建议加水，它的水分刚刚好。那鸡本来都有水分，慢慢它那个番茄也有水分，慢慢出来了。对，所以它你看它不会，你看我们炒上来，我们看我们的锅呢，炒上来没有贴锅，没有贴锅，不粘锅吗？啊，那么这个鸡肉这样煮就很好吃，啊。你给它焖一焖它，如果有烟啊，有稍微腌一下哦，腌久一点比较好点啊，增入味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先给大家的就是辣什么鬼？辣子，香辣番茄，香辣番茄鸡啊，想不到香辣番茄鸡啊。OK， 我们香辣番茄鸡先给大家，然后我们有一个罗汉斋啊，对，家乡罗汉斋。今天我的 agency member 就可以啊，两道菜啊，有口福啊。
好，我慢一下。OK， 谢谢这个锅呢，看的朋友啊，我跟大家介绍这个锅是如果你想，你再找一个不粘锅来煮嘞，这个不粘锅是相当好用啊。啊，排量真，相当好用。外面你卖你不粘锅都要400-500哦。那么我们这个不粘锅的话，第一个我告诉大家，它有五个功能的。啊。五个功能，什么讲五个功能呢？第一个功能呢，它是平底，平底锅，它是属于一个平底锅，它就会可以煎锅煎啊，可以煎炉什么都可以了啊，它可以煎牛扒、鸡扒，什么扒都可以啊，就是猪扒什么，你就是它，因为它是平底锅。第二个，它是炒菜锅，我可以泡黄瓜，对不对？可以炒菜锅。第三个呢，因为我们有送一个嘛蒸个给你。它可以属于蒸锅，你可以放锅放包啊，放什么拿去蒸蒸。还有一个微压锅，对，蒸锅。第四个呢，它可以来做，它就是一个微压、哎。刚才我们讲了，水你关火了之后，它还在微压的啊。所以因为它，你看刚才我看到5公斤的，我都可以拿这样拿上来，对吗？啊，对，因为为什么它没有气跑啊？气跑不掉了，你的东西在里面慢慢的在闷着。如果你去闷那些肉啊。关了火，它这么样更入味啊！更入味，对，更入味。第五个，我们这个锅，我们送你两个饼，还有一个短饼的啊。我们送你一个饼啊、哦，这个饼你可以把这个长饼拿掉，长饼，换个短饼，它就是两个，对，换个短饼，换个短饼就像这样。你可以来做火锅料理。换个短饼，你就可以嘛做火锅，在家里做火锅。对，所以这个锅是有五个，我们叫五个功能，功能，第一个功能嘛，五项功能啊。第一个功能它是平底，啊，平底你可以煎鸡扒、猪扒、羊扒、牛扒、啊，对不对 ？OK，、啊、煎鱼啊，我们这一套啊，都整set给你看完了，我们还有送硅胶铲啊，所以你可以打上 Y1+1 啊。如果你的锅坏掉了的话，正准备要买锅的话，不妨考虑我们的不粘锅。228块，西马免邮啊，东马运费要60块，新加坡要70块 ，OK， 给收我们这个 Y1+1 啊 ，Y1+1， 来谢谢大家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，如果你想要找一个不错的不粘锅，这个是真的很好用。对啊，对，这个锅我已经卖了10000多个，10多千个啊，10多千个。那锅本身，你说哎不粘锅，其实不粘锅锅本身是没问题，问题是你人用的问题。啊，你要会用啊，不粘锅你要会对吧？你要保护它，你一定要用硅胶铲。我们送一个硅胶铲给你。对，我们的硅胶铲可以耐200度啊，200度。对，需要安装吗？还、送来是这样子的，送来的送我们送给你的时候是短柄的啊，你要你自己可以自己换的，自己有一个 screw 你可以换了，有 screw driver 就可以了。啊，对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叫第一个平底锅，第二个功能的是炒菜锅，第三个功能它是蒸锅。可以蒸包蒸什么？是不是？我们这个蒸的是304啊，不锈钢啊。那、蒸零四是304。304不锈钢啊。啊，第五个呢？第四啊，可以做火锅啊，可以做火锅啊。这个另外，第四个是火锅，第五个可以做嘛？来焖、啊，焖的时候气压啊，它也有一个很好的不错的微压功能。微压，它不是像气压锅一样很对，但是它微压，也就是。好像我们焖猪脚哦，我们焖猪脚，你要焖一个小时哦，你焖40分钟够了。好，你焖40分钟你就关火，那么它微压在里面，焗住里面，一直焗住里面，那猪脚就会很好，很好吃。好 OK， 所以我们最后下单的是这个 Y1+1 啊，228块32cm 吧，所以这个是coating 了不粘锅。OK， 所以西马运费免邮，那么东马60块的运费，新加坡70块，这个锅多重啊？这个锅是1点多公斤，应该1.3啊。1.3公斤，1.2啊，不包块1.2。1.2公斤啊？来看量一下，没有那个饼不算算吗？我们现在是放零件 ，OK， 零好哎。你啊？1.5。1.5，因为它饼啊，如果短饼的话1.2，啊，短饼是1.2啊，长饼就1.5。收。有兴趣可以下单啊！对，有兴趣你们可以吗？打上 A+1，免邮啊！啊，我们这个我们每日一星啊，我们都给你一个特别的星星。啊 ，Y1 啊，打 Y1+1啊 ，Y1+1，如果你有兴趣的哈，啊，这个锅是相当好用的。你看，每次剪毛老师来的时候，
他都要选择这个锅来炒，你看看到吗？每次九王老师用这个锅，安全，第一安全，不会呛锅，第二好。他选，他从这个锅。因为如果你用传统钢铁锅，是吧？刚才如果钢铁锅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不会煮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就一直贴着。为什么会贴？因为姜葱蒜刚才搅出来的那个蒜米啊，蒜已经大葱已经变成水呀、啊。啊。水的时候你放下去那个锅里面，如果你是不粘锅，粘锅的话呢，那种铁锅的话，看炒不会啊，你就会粘这个。就是你会用，真的是很需要不粘。好像我会用不粘锅的。啊。啊。我会用不粘锅，我会用那个铁锅粘锅了，我会用的，所以对我来讲没问题。如果你本身不会的话，这种锅是很适合你用，啊，粘锅不粘锅，啊 ，OK， 有容易用啊，容易用，这个是很容易用啊。没有，有时候真的是用不粘锅，真的是很麻烦的，烦尤其是炒这麻烦的东西、啊。炒这种麻烦的不是，它这种东西，你知道为什么我炒上来没有粘锅？对，啊，对，这个就是一个表弟的意义啊，简单煮啊。OK。那、啊、这个锅我是海力的干面，因为它本身剩下的不多，剩下几百个。你这个锅都有名气了啦。啊，这个锅是有名，我们叫五大锅、啊，每个人有用过的。啊、每个卖了一万多个，我的粉丝都跟着我买了，每次哎，我有买这个锅很好用啊。货啊，货存有限啊，现在剩三百粒啊。那天我一个三百多粒啦、啊。集团的粉丝，他知道我还有，他就叫我留一粒给他，那改天他上来拿。啊，好，最后的时候。来 ，Y 加一啊！来 ，Y 加一来，228块啊！这个这一套啊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盖，有一个真个304的，然后我们有一个不粘锅，有耳朵和手柄的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硅胶厂，还有一个是少支的硅胶厂。那么我们这一套是228块，西马免邮，东马运费60块，新加坡运费要70块，打上 Y 加一啊 ！OK， 谢谢你的支持。来，最后来看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煮的菜肴啊、哦、！OK， 这个。啊，阿亚玛莎啊，没了，没了啊，对啊，这个就是马来菜了，对，建议你们叫番茄切幼一点，比较容易免掉哈。OK， 你要给大家看什么东西？来、啊，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菜来，你看我以为你要脚鸡啊，我没有猪肉脚。哦、啊，对，这个菜、就是、我们排到美美了，你给它闪一闪一下。这菜，拍照没有？拍有喽，拍了，两个都拍了，拍有喽。OK， 这个你看冬粉嘛，会吸水分吗？它会干生的。啊，但是这样很好，它可以很。Hello，、嗯、非常的欢迎你进来，我们要关播了。啊，对，啊，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两道料理。你知道的。啊，学一下，因为你不用煮太多。啊，你我今天等一下我写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成分的给大家。对，啊、我们这个二十人份的啦。二十人份的，好不好 ？OK。最后，可能感谢大家的分享、点赞，跟我们留守。对，我们。拜五，深夜厨房见啦！啊，深夜厨房，拜拜。拜拜。